已经结束了世锦赛征程的中国冰壶队不久就将回国。队长王冰玉除了训练之外呢，还要兼顾他的学业，因为他和另外几位世界冠军一起获得了美国名校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通知。获得这次学习机会的运动员共有11人，包括罗雪娟、邢慧娜、王冰玉、展舒、莫慧兰、刘国正、牛宪峰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他们都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接下来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半年，这也是他们学业的一部分。Well, the athletes will take courses in athletics administration, but they will also work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government, English studies, and really anything else that they think would be useful to them, we're ready to try and organize for them.这些冠军学生除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免试入学之外，他们在北体大选课、上课、考试以及学分和论文要求都和普通在校生一样，而留学进修则是北体大与威斯康星大学特意针对他们的特点合作设立的。